要真國志，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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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真國志，立即國志收緊長者綜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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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貧怕富冇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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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何不食肉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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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衝不會變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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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才是硬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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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各自收緊長者綜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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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假折衝，不要假折衝，我要真國志，我要真國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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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國志收緊長者綜援，立即國志收緊長者綜援，立即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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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緊長者綜援，不要假折衝，不要假折衝，我要真國志，我要真國志，不要假折衝，不要假折衝，我要真國志，我要真國志，不要假折衝，不要假折衝，我要真國志，不要假折衝，不要假折衝，我要真國志，我要真國志，等等等等，我買票，我來購買了，買票，謝謝你。坐俩。失望，所以我哋今日行动。我想讲，我哋唔单止系失望，我哋系好愤怒。自从咧礼拜四咧9:08嘅时间通过咗呢一个各自长者综援嘅修正案之后咧，政府咧就喺度盘算紧点样去收，点样去补镬。咁咧就结果咧就喺琴日嘅5:00咧，政府咧就同建制派议员见面。而冇同我聯絡，亦都冇同任何民主派議員聯絡。我自己係福利界議員，亦都係呢個原動議嘅動議人，但係卻係咧被排拒於外。今日咧，我當然向呢、這個對於呢個偏聽咧係表示不滿啦。今朝咧，陳國基特首辦嘅主任咧就回覆我，佢話咧特首琴日咧唔係見緊嗰啲建制派議員，亦都唔係見緊全部建制派議員。他見緊嘅係行政會議成員同埋佢哋嘅代表，唔講又似可，講起把幾火，太取巧啦！
機關算盡太聰明。你諗下，行政會議幾時？行政會議成員幾時會有一個叫做代表嘅呢？係咪可以代表啲行政會議成員去睇啲機密嘅文件？係咪可以去出席一啲機密嘅會議呢？呢、這個說法當然係站唔住腳啦。但係見到政府咧就係咁樣，就算係去講緊保鑊嘅安排，喺個保鑊嘅安排上面都仍然係春疏有別，仍然係大細超，仍然係冇規冇矩，仍然咧係與民主派為敵。至於對個折衷方案，坊間嘅報道咧就話咧折衷方案咧係會將翻個1060蚊咧去俾翻嗰啲60至64歲嘅申領嘅長者。我想補充的是，但遮丑布呢未免是太細塊了。成人綜援和長者綜援有三個區別，第一個區別是基本金額的區別， 是大家所知道的相差1060元，現在政府說給他們。第二個區別是長者綜援是可以拿到一些 特別的津貼，包括眼鏡津貼、租金按金津貼、醫療的補助版的津貼，還有呢一些的長期補助金，那個相差呢可能每個月呢平均數呢可能是相差數成2000元。現在長者中現在那班60至64歲的朋友就是被剝削了這個特別津貼。其三呢就是有呢他60至64平時60至64歲呢是不需要參與呢這個自力更生計劃，但是現在呢60至64歲的呢仍然是要參與這個自力更生計劃，仍然都是要每兩個月呢見一次社工，仍然都是要證明呢他自己是有找事做，仍然是要接受呢他們的審查。現在說呢放寬了給他們簽一張紙，就說自己身體狀況欠佳，這樣就可以呢這樣就可以拿到這個特惠津貼，拿回這個1060元。但是我想說，自己簽紙去告訴人我自己身體狀況有問題，這個做法就是叫做孱仔紙。以前有衰仔紙，大家長期救病，2017年取消了，但是估不到在2019年的時候，他的保護方法竟然是要他們簽孱仔紙，去證明自己很孱，身體狀況不好，所以不能工作，所以是要拿回那1060元的補助金，拿回一些本來屬於他們的補助金，簡直是蓋鬧嘢。所以我們是不會接受這個所謂的折衷方案，這個是假折衷，我們要的是真國治。所以今天呢我們已經給了很多機會特首，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裡就直接要求跟他見面。特首辦的回覆就說，特首這幾天比較忙，如果大家很有需要的話，稍後呢他會再安排日後有機會見面。日後當然有機會見面啦，日後怎會沒有機會見面呢？你們咒自己還咒我們呢？但是很明顯，既然這個是跨黨派的共識，那他見面的時候應該是一個跨黨派的見面。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抗議，要來到特首辦門口抗議的一個最主要的理由。各位，昨日在立法會通過的動議呢，是叫政府各自將長者綜援的年齡由60是收緊到65。我們沒有說通過一個動議呢叫政府補鑊，我們叫它各自。我不知道為什麼呢建制派好像傳聞已經收貨，跟著呢今天又說吹呢就是這個12點左右它會宣布一個新的措施，這個跌了落地拿回紮沙的措施。不過呢很可能呢又會製造了另外一個問題，如果願意簽孱仔紙的長者是可以攞返多1000元。我又想問，我59歲、58歲、56歲、45歲，我願意簽孱仔紙，是不是又可以攞多1000元呢？如果當大家都是變成健全成人在綜援的類別裏面，如果他現在又無端端
整咗一个新嘅类别，就叫做冇工作能力或者你积极揾工就可以攞多1000蚊嘅话，咁点解其他年龄嘅健全成人，如果佢符合呢啲条件又唔可以攞咧？佢而家无端端整咗个新嘅类别出嚟，但系呢个类别咧又净系似乎系俾专门招呼60至64岁嘅。究竟你呢个政策搞到咁胡乱矛盾，夹硬咧跌咗落地攞翻扎沙，揾好多行政、社工、其他嘅人要去做呢啲手续，做呢啲评估，又话做乜嘢要佢哋上堂，嗰、那个行政费啊，可能都仲高过佢，即系悭翻嗰啲嘅综援金。咁究竟我哋呢啲公共资源系咪就系咁样？因为要俾你呢个特首制造一块遮丑布而去浪费嘅咧？所以整件事咧根本就系胡乱，简直完全系冇理性可言，系长官意志。如果我哋假设所有60至64岁呢批人都系健康，日日可以游渡海泳，系准确无误咁样重复好多动作而毫无劳损嘅，做足40年都毫无劳损嘅。如果我哋有证据证明呢批人系咁，我哋系可以唔使帮佢。但系请特首，请罗志刚拿出证据来，冇任何检讨，冇任何嘅研究，冇任何数据，就胡乱咁样将呢一批长者攞紧综援嘅长者，要剥夺佢哋一啲基本嘅生活需要。呢、这个基本生活需要唔好忘记系你自己定嘅。而家就走嚟补镬，唔该你啦，立即各自收紧长者综援年龄。好，我哋有其他同事。我哋会请内部委员会嘅副主席咧，系同我哋咧向政务司司长咧反映呢种偏听咧系不能接受嘅。既然是跨黨派的共識，就應該要同跨黨派見面。這個安排本身我們是不能接受，我們會請 Dennis 幫我們向CS 反映。好，我最後喊多幾個口號，張條好嗎？欺貧怕富冇天理，欺貧怕富冇天理，林鄭何不食肉味，林鄭何不食肉味，折衷不會變合理，折衷不会变合理，各自才是硬道理，各自才是硬道理，立即各自收紧长者综援，立即各自收紧长者综援，立即各自收紧长者综援，好，多谢大家。
承認錯誤咧，係作為一個領袖嘅其中一種嘅好重要嘅標準。但係林鄭月娥咧，佢作錯決定，收緊長者綜援，佢唔單止冇承認嗰個錯誤，仲要咧不斷咧抌咗啲遮醜布。但係好可惜，呢個遮醜布咧實在太細。而家咧呢、這個折衷方案咧，雖然話俾翻嗰啲1060蚊嗰啲60至64歲嘅長者，但係仍然咧係會扣除咗佢哋嘅特別津貼，同埋咧仍然咧係要被逼咧係要參與自己更新計劃，仍然咧係要咧去證，要簽一啲散仔紙去證明自己咧身體咧係不適合嘅工作。其實呢個就係標籤效應。羅志剛局長話唔好再提綜援養乜乜。在他網誌曾經講過，不要再提啦，綜援養乜乜。但是其實這個你不要再提，但你的措施就是講緊綜援養，今次不是懶人，是養殘仔，是養廢老。要啲老人家自己認自己是殘仔，要認自己是廢老，這個是乜嘢嘅政府？我哋不能夠接受這個折衷方案，我哋要嘅是真國治，是直接嘅國治，是立即嘅國治。至於他處理這個危機的時候，他昨天的5時，他見建制派，他不見民主派，也不見社福界議員，也不見這個原動議的動議人，這個本身就是一個錯上加錯。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到這裡是跟他抗議，並且會要求內務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 Dennis Cock 就跟我們向政務司司長反映這個過程中那個處理的方法裡面的一個一錯再錯。首辦有沒有解釋過，即是為什麼沒有約見主派議員和你們政治上的解釋？今早我收到特首辦的主任陳國基的WhatsApp， 他就說特首昨天不是見建制派，是見行政會議成員及其代表，所以不是建制派。如果大家堅持要見的話呢，就特首這幾天就很忙，就沒有時間見，日後有需要呢他很樂意安排時間，這個就是他的 WhatsApp 的內容。我覺得這個說法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太取巧了。什麼叫做行政會議成員的代表？行政會議有代表的嗎？那些成員的代表可不可以看機密文件呢？可不可以出席一些機密會議呢？這個根本就是從來沒有聽過行政會議成員是有代表的，這個這麼荒謬的說法。所以你看到整個政府是進退失據，在措施上面是藥石亂投，在個過程中呢就是進退失據。這一樣東西你看到，即我很擔心呢，即林鄭月娥說一個新管治作風原來是這麼一團糟的一個作風。OK， 即是對於他們真的沒有提出，即是沒有想過會反應那麼大，現在即是提出風浪補鑊，我覺得真的太遲了。補鑊就真的補鑊啦，是不是？即是補鑊也要承認錯誤啦。我當然啦，覺得他應該要公開承認錯誤，並且向那些長者道歉。但是在補鑊上來的時候，這種補鑊你看到呢，其實這裡有3隻鑊，他只是用了補了1隻鑊。是成人綜援和長者綜援相差的是1060元，他現在所謂補回這一隻鑊，但是不要忘記他要求那些長者要簽一個散仔紙，去證明自己，去宣稱自己身體狀況欠佳不能工作，這樣才拿得回1060元，一個本來他有應該有的1060元。第二隻鑊就是扣除了他所有的特別津貼，現在這些他本來可以拿的特別津貼，例如說眼鏡津貼，例如說是租金按金津貼，這全部都仍然是拿不回。而第三隻鑊就是原本長者綜援是不需要參加自力更生計劃的，但是現在這班60至64歲的呢是需要參加自力更生計劃，去不斷證明自己，是不斷找工作做，每一個月要見一次社工，每一個月要做60小時的義工，即是仍然是在強迫他們要做一件事。所以其實這個遮醜布、這個補鑊的方法是太過吝嗇、太過不全面。謝謝。